呢，就是奸商。你是医生，我不是医生，我是生意人，我做生意难道不需要宣传吗？我要让别人知道有这么一家医院，可以为他们提供好的服务，有好的技术，我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要求我的医生不仅技术要好，审美要好，关键是要有责任心，要让医美回归医疗，你听得懂吗？我的同行都很尊敬我的，我的客户都是我的朋友，因为我实实在在帮到他们了。我每次看到他们因为变得更年轻更漂亮，然后那么自信那么开心的笑容的时候，我很开心的。我是诚心诚意的希望他们好的，然后我坦坦荡荡赚我的钱，我哪里是奸商？你要再这样污蔑我，我就在我们这行封杀你。你听懂了没有啊？听懂了。跟姐姐道歉。对不起，姐姐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对。怎么样？哎，我扶你。看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，我还没走，有些事情你真的都不记得了。心里肯定很善良的，昨天已经证明了你非常有修养，而且非常有绅士风度，所以你就不要留着这样的视频占你手机的内存了，好吗？我拜托你了，你删了吧。挺有诚意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好吧，那我就删了。哎，还是我传给你吧，你可以留住纪念。昨天的一秒钟我都不想记住，你删了就好了，拜托你了。好。好，我删了。删掉了。你看起来其实不像你平时表现那个样子，你看你现在多可爱。要更爱你外婆呀，哥。